是一个完全公益免费的佛教卫星频道。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。佛法的修学，修行的叮咛语。我们必须永志不忘，常怀在心者有三：一、尊贵伟大的上师；二、充满慈悲的佛陀；三、来自真心的教法。我们必须时刻意识不忘，念念在知者有三。一、为我们灌顶的根本上师；二、根本上师所给予之开示；三、我们自己所发的誓愿。我们必须确定目标，并且安住在其中者有三：一、身心合一；二、身息禅定；三、心不外求。我们必须善加面对，继而以修行使其不淫于怀者有三：一、对敌人的愤怒；二、对外境的贪恋；三、在生活中陷入昏沉或是懈怠的时刻。我们必须在生活中时刻遵行的律则有三：一、沉默是金；二、不偷不盗；三、时刻谨慎。我们必须保持缄默，
不刻意夸显自己能力者有三：一、我们的学识；二、别人的错误；三、未来的计划。我们不该刻意显露，大肆宣扬者有三：一、虚幻无常的热忱；二、策谋和虚伪的心；三、自己特别的羞耻。我们必须避免接触，进而远离者有三：一、争论；二、勇挤出；三、赌呼。我们不应乐于讨论大家宣扬者有三：一、错误的教导或直接；二、陌生人的私事；三、妄想荒谬之事，不可能的奇迹。我们不能保留，更不应执着其中者有三：一、无常的感情；二、反复的言论；三、不定的行为。修行的叮咛语：我们不应表现于外，败坏自我德行者有三：一、骄傲的行为；二、毁谤与重伤；三、踩上脚下的势力。
们应时时提醒自己，不该做者有三：一、谄媚；二、追随不具德之上师；三、泄露秘密。我们不该执着于上，念念不忘者有三：一、美女的身材；二、朋友的言行；三、自己的功德。我们应该服从规范，切实遵守者有三：一、与人交往的礼仪；二、入境随俗；三、心中的佛法。我们不该拥有，应确实检讨，进而排除者有三：一、阿谀巴结的行为；二、急躁冲动的反应；三、不求上进、知识浅薄的头脑。我们不该垂涎妄想，汲汲营营者有三：一、富贵人家的财富；二、大公司大组织的权威；三、金银珠宝昂贵的奢侈品。
本应表达尊重，不该毁损其名誉者有三：一、受尊敬的人；二、生意上的对手；三、倾慕者。我们不该赞美者有三：一、不受欢迎的人；二、自我本位主义者；三、喜爱对他人赞美自己孩子的人。我们需保持中立立场，既不轻视，亦不刻意赞扬者有三。一、亲戚；二、不熟识的导师；三、事实上，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不能轻视，也无法任意赞扬。简而言之，其要点在于我们必须无时无刻真心地关照自己，不论在宗教或非宗教上的事物均是，这就是教导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：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：中华印经协会。怀孕当然是目前最大的期盼，之前可能因为工作、经济、收入的压力的考量，也有可能是我们身体还没有调理好。尽管家人一直在旁边支持我，但总是少了那么一点临门的好运，是怀孕的运。七月一日起，国民健康署人工生殖补助扩大实施，除了家人的支持，还有政府的支持，祝圆梦安心生。社团法人中华国际供佛斋生功德会，潜心供养福田僧，摄心闻法智慧开。虚云老和尚云：佛法二宝，乃僧宝扶持，若无僧宝扶持，佛法二宝无人留步，善根无处培植，故此斋生功德最大。
斋僧之目的，护持僧伽安心办道，住持正法，弘法利生。中华国际供佛斋僧功德会于民国92年成立，秉持供佛斋僧为宗旨，佛日增辉，法轮常转，僧宝弘愿利有情。自民国93年起，历年于林口举办国际供佛斋僧大会，至今既有17年，每年僧伽因供人数平均为7000余人。多年来，国内外供养僧宝人数已逾40万余僧次。109年，由于新冠病毒的疫情严峻，林口斋僧大会停办，功德会为四世供养寺院及道梁。去年复结下安居的寺院道场、茅棚及佛学院供养三宝。109年7月2日，感谢台东海山寺提供场地，功德会于海山寺顺利举办花东供佛斋僧大会，吉祥圆满。供养花莲暨台东地区寺院的诸山长老、法师计有500多位。9月11日，净缘护法会于台中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护国习斋千僧祈福大法会，功德会受邀供养千僧。12月15日，于屏东潮州妙光禅寺，由台湾佛教总会、中华佛教比丘尼协会、屏东县佛教会联合举办护国习斋全球除疫消灾祈福超荐无遮大法会，功德会亦亲赴供养400多位僧众。国外供僧方面，功德会以汇款方式完成供养偏远贫苦印度锡金邦地区寺庙喇嘛僧众560位，供养不丹东部寺院约1200位僧众，供养西藏地区10余处佛学院及闭关中心约3000位僧众等，合计供养国内外约计育有10000多位僧伽。三宝的本质就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也就是空性的智慧。供养三宝可以得到5种利益：身相端庄、气力增盛、寿命延长、快乐安稳、成就变财。东山高中董事长悟元长老曾说，斋僧其实是在斋你自己，你在成佛道上，你在广辟你的净土，你将来的佛净土就在此时此刻完成，不是向外，一切一切就是为自己，功不唐捐。供佛斋僧是功德会的主要宗旨。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尚未趋缓，110年林口供佛斋僧大会决议停办，功德会仍依循每年模式，供养国内外结下安居寺院道场、茅棚、佛学院的僧众。今年预计国内供僧行程：一、5月8日于屏东妙光禅寺，由中国佛教会启建万缘护国习斋祈福法会，约800位僧众。二、8月29日于南投举办供僧法会，预计供养约500多位僧众。三、10月17日于花东举办供佛斋僧法会，预计供养500多位僧众。四、供养一些结下安居寺院道场及佛学院等。国外供僧以汇款方式：一、大陆西藏地区寺院、佛学院及闭关中心供养3000多位僧众；二、印度含南印度、北印度、锡金寺院、佛学院及闭关中心，预计供养3000多位僧众；三、不丹寺院、佛学院及闭关中心，预计供养1至2000位僧众；四、缅甸寺院及佛学院，预计供养1至2000位僧众等。落实佛陀智戒的本怀，依律行持，正命生活，祈愿所有精勤修行的僧宝都能得到充足的衣物、饮食等，使其安心修学办道。中华国际供佛斋僧功德会是国际性的组织，不分种族地域，所谓捐滴汇为无量功德海，我们珍惜每位护法居士的发心与愿力，汇为无远福界的功德力，遍照法界。除每年举办斋僧大会，
善款已作为其他国内外佛学院、偏远地区或茅棚僧众、道粮、医疗、僧伽教育基金之用，以达真正护僧目的，安心办道，无后顾之忧。我们借圣落实斋僧精神，凝聚众善为万丈菩提星光，有如汇聚照亮十方共僧行。斋僧之意，是以清净至诚心，敬备僧物与饮食，供养十方僧众，以此功德力，能济现世父母福增寿长，过去七世父母六亲眷属得出三途轮回之苦，获得解脱。功德会18年来心无疲厌，护持三宝，弘宗典教，廉洁十方善念，借由供佛斋僧的殊胜功德，回向法界一切有情，令所处世界一切祥和，涓滴才不失，有如海纳百川，流入汪洋大海，共生之福，善心随喜，都有您一份发心的功德福田。祝福您六十吉祥，福慧真源，身心康泰，随心满愿。菩萨云集现妙供，归敬三宝最吉祥，斋僧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。护持三宝共僧，请汇款至社团法人中华国际供佛斋僧功德会。汇款账号：一、邮政划拨，账号：1982-3420，1982-3420，户名：社团法人中华国际供佛斋僧功德会。二、台湾银行中和分行，账号：0660-0103-1667。0660-0103-1667，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供佛斋僧功德会。观音的慈悲，即使你已经知道如何禅修菩提心的方法，但你还是需要接受大悲观音本尊的特殊加持，因为观世音菩萨是大悲心圆满且强大的能量，因此持诵 Om Mani Padme Hum 即是实证菩提心的一种方法。此是大悲观音的能量语言，能将你的心转为菩提心，并使你有效地禅修菩提心。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愿修慈悲心，愿发菩提心，愿体证空性，愿成佛，度众生。修行一定要抓住很强烈的目标，就是愿成佛度众生。也为了要成佛，所以我们要具足发菩提心。但是菩提心是以慈悲心做根本，慈悲心是以出离心做动机。所以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产生一个业的力量，那如果你每天是修慈悲心，你就有慈悲心的力量。各位去布施乃至各位点光明灯，都在累积一种正面的力量、智慧的力量、慈悲的力量。所以学佛不是说因为我是佛教徒所以我才听佛法，佛法是一个真理，本来如此，你只要冷静观察就可以知道的那个道理，释迦牟尼佛只是看到了这个真理而已啊。所以了解这一份真理，佛又讲念头主宰，所以你不能够失去念头，我们叫保持正念，念念阿弥陀佛，念念阿弥陀佛，念念念慈悲，不离空性，这是自己要做决定的。慈悲生活在一起，生命电视。